时间过得真快，转眼又是一年，又到了吃月饼的季节。吃完月饼我就过生日了，现在的心情是既开心又难过。你们知道为什么吗？这个小月饼哈，13.8块一斤，然后一斤有12个，有6种口味，你们可以点开链接自己去选。我就爱吃蛋黄的，还有水果味的，我吃个蛋黄的吧先。小月饼，看蛋黄，莲蓉蛋黄的，咸蛋黄的感觉，而且这个月饼很软哈，不是那种梆梆硬的那个，这个品质很好的，每一个都是独立包装。这个得慢点吃，要不然噎人。蛋黄还挺大的里边。